真系冇咁多戇鳩啊！一個冚家產，第二個更加冚家產，或者冇咁冚家產，都係冚家產。你點解咁懷念佢咧？嗱，大家記住，我今日喺萬人，我今日喺萬人，我今日喺萬人面前講過，嗱，我預言，因為今日大家見到啦，見到阿董建華個樣啦，佢係面如水死灰，唔係話救鳩佢，四叔咁嘅諗法，睇嚟都講頭實。嗱，如果你釘緊咗咧。嗱，我有應承大家，所有啤梨晚報我哋免費啊，免費免收一個月台費，大家好唔好？好，我夠唔夠義氣？好，實質嘅啦，如果差唔多就譚詠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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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譚詠麟。嗱，其實咧嗌啲口號咧，就好似咧我哋學揸車、學游水咁樣，要變成一個自然嘅反應。而家人你瞓瞓甩覺，你老婆你拍戲，俾譚詠麟啦。咁多賊，你要咁樣嘅。譬如你公司一聽見林鄭月娥聽新聞，都係老母，咁你要咁樣自然反應先得嘅喎。好嘅，嗱再嚟嘅喎。譚詠麟，冚家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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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家超，自然反應。譚詠麟，冚家產。譚詠麟，冚家產。林鄭月娥，叫你老母。林鄭月娥，叫你老母。譚詠麟，冚家產。李家超，自然反應。死得我侄女咯！我又嚟过嚟过嚟过嚟啦！林仔喎，一个自然嘅反应。而家人你瞓瞓甩觉，你老婆你拍戏，俾谭咏麟啦，咁多贼，你要咁样嘅。譬如你公司一听见林仔要来听新闻，都系老母，咁你要咁样自然反应先得嘅。好嘅，嗱，一个自然嘅反应。而家人你瞓瞓甩觉，你老婆你拍戏，俾谭咏麟啦，咁多贼，你要咁样嘅。譬如你公司一听见。林鄭月娥聽新聞，都係老母，咁你要咁樣自然反應先得嘅喎。好嘅，嗱，一個自然嘅反應。而家人你瞓瞓甩覺，你老婆你拍戲，俾譚詠麟啦，咁多賊，你要咁樣嘅。譬如你公司一聽見林鄭月娥聽新聞，都係老母，咁你要咁樣自然反應先得嘅喎。好嘅，嗱。